大家好，我是张嫂。那边跟陆阳两个呢，在收那个地皮，喊我去街上买点材料，顺便带点菜回来。我菜市场了，今天呢人比较多，先去把菜买上来，干嘛？必须要拿到那个出入证才能进去。割了软杆子四斤肉，割了两斤肥肠，这儿来去买材料去了。回到庄子一套。回到庄子，我只请你买一下，因为我们卖五斤。哦，那这个我们在五斤呢。啊，那你去买嘛，好、啊、的，好的。你的油你记得个，乳胶漆一桶。材料呢订完了，订了点英国条、洋果条、石膏粉、栗子粉、滚筒那些杂七杂八的嘛。那边呢，他一会儿给我送起去，送起去了，那边呢就可以开始给我整墙面上喽。是啊，写的字呢，本来想拿给你们看一下的，他怕你们认不到，看嘛，交给老师去个了。他的没在那个。就是飞刀和张子的一跑到另外一家店去买了个那个飞刀，这个是挖墙用的专用张子，嘎，走啊，回去喽，朋友们。你要把汽车装在土里头来，边捡两个花生就下酒了。又挖了几个鱼了吧？又挖了几个鱼了。你看啥子？你们哪个挖个洞在那里抓啥子？我路过干的噻。我按的是啥？我跟你讲嘛，路也捡的。他整你的柴火去吃了。他整我柴火去吃了。他的意思是装在土里头来，把锅炉拿出来烧啊。是不是路啊？主要是给你挖土挖了几个鱼儿扔的，你把当时想烧鱼儿烧起在土里头来烧了，你是红的头。啊，那生意好吃。就是摆在那里来的嘛。看，你两个兄弟的好哦，就都摆在土里头来，还把这个花生明明整得摊在那里嘞，有点扯把子哈。他这挖都没挖到油的。我那个材料现在定了，那个乳胶漆呢，感觉都有点小贵小贵的。我就没在他的店，我在网上看了哈，要便宜100多块钱，未必让那个钱省下来。喝酒不香嘛，噶，对不对？噶，哎，那边喝酒都花生下就是越蒸越油，噶。要的。啊，朋友们，蒸一口。来吃花生。拜拜。哎呀，我把炒菜丢过来。他搞大个了。来呀，不得不得不得，在这坐呢。花生又挖烂个了，哪个娃儿不挖的嘛？那把儿，你看嘛，刚刚穿的。我说这个新鲜花生是安逸。未必吃起不香嘛？红的对着。